大挑战，第一届热门杯哦，是，热门杯这就厉害了，对，优质的社团，很优质，大家真的比拼一下，好不好？表现良好的话，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另外一个阶段，什么阶段？等于说把我们节目当成这个跳板，对对，没错，跳板不是拿来游泳用的，哎，跳板是展示，哎呦，展示武力展示就对了。哎，你很弹力耶。那你成不错一个人啊？是。平燕，你是哪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郑平燕。啊，你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唱将很会唱歌哎。那你不是都破关破完了？对呀。一起他们收彩。哎，你就搞清哎。你跟大家说你在哪个比赛比出来的？超级红人榜过20关。20关已经破关了。宪哥他7个月就破20关了。年纪最小的12岁还出唱片啊？对。哎对，就是出我的新单曲《成长的歌》。那现场给我唱一下了，小朋友。哎，好，可以。好，来。哎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红外勇气，我起来当卡利家。对，爸爸妈妈很显然是被爸爸妈妈罚站啊，不是啦，你们是画卡啦，有满满的爱，卡的舞台啦，不错，成长的歌给他支持一下，来，请坐。